如临职异夜宿，请您遵守公共秩序，不要影响他人正常如厕。如临职异夜宿，请您遵守公共秩序，不要影响他人正常如厕。欧美国家的人可以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？你来给我区别对待。他非要叫我们上这个船，上这个船，然后问我要高的价钱。我现在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是中国人不错，不要让他认为中国人好欺负。我们现在是在埃及的斐兰神庙哈，我们就是说坐这种船，欧美国家的人来可以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？你来给我区别对待。然后呢，他非要叫我们上这个船，然后问我要高的价钱。他现在就不想承认这个问题，我们是中国人不错，不要让他认为中国人好欺负。经过我们强烈的要求和沟通，我们顺利登船。我们是中国人不错，不要让他认为中国人好欺负。欧美国家的人来可以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？